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1月5号，星期天，农历是12月11号。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弟子给师父请安。啊，谢谢。新年快乐。谢谢，谢谢。啊，弟子问一些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嗯。上次师父开示一个同修已经许愿了10万遍往生咒，那可以念比如说15遍，然后再1万遍1万遍重新许愿。那请问师父，这个对大家来说具有普遍性吗？说许愿10万遍是吧？嗯。对。然后师父说太大了，需要念15遍礼佛忏悔了，在1万遍。啊，这个没关系，太大的话嘛，你就1万遍1万遍再重许啊，没关系的呀。嗯、礼佛就不用不着念礼佛的，他这个没什么罪的，没问题的。好，明白了。好吧。嗯，明白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改名后如果弟子证上没有贴上新的名字的话，会影响名字的灵动性吗？灵动性啊，嗯，对，就是弟子证上没有贴新的名字啊，那个应该没关系的，嗯，没关系，嗯，好，明白了，嗯，那最好还是能够贴的话，还是要贴一下，自己可以贴的呀，打个字贴上去啊，嗯，好的，你要记住了，你想想看，这个本子嘛，他就是说天上他一定知道的呀，你说这个名字你改一下，天上也知道的呀，嗯，好，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之前开示，莲花掉落的同修如果想莲花重新种上去，除了去法会拜师现场求菩萨种莲花，还可以在自己家里祈求佛台，祈求菩萨让莲花再生。那请问师傅，如果在家里的佛台祈求的话，是否拿弟子证祈求会更好？嗯，是的，是这样的。嗯嗯，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些同修已经许愿不吃辣椒，那请问师傅，修到一定的境界，是否最好也不要吃花椒或者花椒油等麻的？啊，这个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哦，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要求的。嗯，就他自己如果想这样的话，他实际上他就是个意念控制问题啊，因为吃辣的容易刺激，容易引起自己的这个荷尔蒙啊失调啊，有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欲望吧。如果你能够控制好也没关系的，嗯。哦，明白了。这个不是强制的，因为这个不代表荤的，不是五行里面的，嗯。哦，好，明白了。嗯嗯，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嗯，师傅之前开示过，想明心见性，念经占50%，度人和命理调节也是等占50%。那请问师傅，如果对于想一世修成的同修来说的话，是否也有这样的一个比例？有的呀，是这样的呀。就是说，念经还是占比较主要的一个部分，占百分之绝对是的，修心呀，修心占主要的位置呀，最重要的。嗯，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之前开示，亡人往生时，如果是脚最后两是下地，肚脐眼最后两是头出神道，胸最后两是投人，头部最后两是升天。那请问师傅，这个升天的话，我们怎么判断是具体是升到阿修罗道、天道？那没办法的呀，你说你投。投人道的话，你也要看的，你投到非洲还是投到中国啊？那也是不一样的，那没办法的，知道的呀。具体来讲，你要看的，你如果升天的话，你修的，你生前修的是什么道，你就会投到什么道呀。如果你一辈子修啊、阿弥陀佛净土世界的，你最后投梁的话，你就是进入这个净土世界呀。明白了吗？嗯、啊，明白了。嗯，明白。那师傅也是开示过，我们最好能够保留就是完整的一个尸首。那请问师傅，如果很特殊的情况下，他亡人他的没有完整的尸首的话，这个最多能够上到哪个道？有这样的说法吗？很难的呀，天道是可以的呀，最多了，出不了六道呀。嗯嗯，好，听得懂吗？嗯嗯，听懂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有时用过卫生后才去上香，但是都感觉还想去卫生间。那请问师傅，这是因为他磕头加速了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吗？
什么意思啊？没听懂啊。就是说他就是上过厕所才去上香，但是他磕完头之后马上就觉得自己又想再上厕所，那是不是因为他磕头加速了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哦，你要从生理上来讲，可能太紧张也会造成要常要有尿意的呀，这很正常的。哦。因为一个人太紧张的都会产生尿意的呀。哦。明白吗？那就是，好，明白了。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脚上长鸡眼的话，从这个佛法角度上来说，有什么因果吗？还是就只是问题？脚上长鸡眼，走的太多了呀，走路太多呀。哦，那你说什么？如果比较年轻的人长鸡眼的话，有两种呀，皮肤新陈代谢不好呀。哦，还是皮肤问题呀。那也是沙叶、嗯、对呀、啊，吃荤的有关系。对呀、啊，就是这样啊。哦，明白，那就多念往生咒、嗯。对对对对对，嗯。哦，好，明白了，感恩师傅。嗯，听得懂。啊，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头发如果遮住了耳朵，比如说女孩子的学生头，这样的话从玄学上来说有关系吗？把耳朵遮住了。行，这是这样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明白了吗？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个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认为呢，比方说你如果老遮住耳朵的话呢，这个你的这个耳朵首先呢阻碍了你听觉，你听东西不清楚啊。嗯、你想想看你耳朵前面等于挂根帘子，你当然跟没有帘子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呀，对不对啊？对。第二嘛，你就是说女孩子遮住点耳朵问题算不大的，应该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哦、啊，但是男孩子呢最好不要遮住啊，男孩子遮住耳朵的话人家说这个人没脑子的呀。哦，明白了。啊，女孩子头发太长嘛也是没脑子的呀，你去看头发甩发的，你说这种人你说有脑子不啦？嗯、哦、啊，你去看好了，对不对啊？一般的整天在自己的漂亮上在动脑筋的话，你说这种人你告诉我你告诉我会产生什么效果啦？嗯，啊，就整天花精力花在美丽上的孩子们，讲老实话嘛，他就是脑子思想不集中呀，明白了吗？明白了。听懂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同修是医生，他就觉得大部分的疾病其实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说，根本上，主要是与邪淫和杀生的业障有关。请问师傅是这样吗？就除了肉体病之外的。肉体病之外，精神上一般的来讲就是业障呀，业障病呀。嗯。业障病的话嘛，有很多造成的呀。你就比方说，你动坏脑筋啊，阴别人呐、啊。嗯。对不对呀？你或者、嗯、害别人，害等于害自己呀、啊。还有嘛，就是男女的事情啦、啊。嗯。啊，精神不集中了。你看一个人，只要在感情上一动的话，精神马上就不集中了呀。是的，明白了吗？嗯，啊，魂不守体了呀，魂不附体了呀，明白了吗？嗯，啊，好，嗯，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吃不同的药也有最好分白天跟晚上？哦，那当然，那当然，那当然。嗯，它里边有讲究的呀。你比方说，有些药它是慢慢化开之后，在你的肠胃里边起作用。对不对啊？有的药是跟饭放在一起，不要专门药来刺激你的胃，这些药物呢就比较具有啊强力的作用。一般的药物呢啊没有强力的作用，你可以单吃的。如果有强力那种啊疗效的话，一般的都要在饭后15分钟啦、啊、吃啊，或者饭前吃啦、啊，马上再吃饭的话，就会帮助你不要让脾胃受损呀。还有肝脏排毒呀，因为肝脏你吃下去很多的药，它都是要经过肝脏来消化来把它排毒的呀，所以你要是药吃的太多，你的肝脏受不了的话，肝又不好了呀。嗯嗯，是的。嗯，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一些同修患有失眠，那除了念大悲咒用三大法宝消除业障以外，是否睡前不要用太烫的水洗脸，或者睡前不要说话，也是
可以促进他们睡眠的一个方法。哦，那是啊，一讲话嘛，马上睡不着了呀。是的啊，你睡前洗得太热的话，你刺激你的血液循环呀，又睡不着了呀。最好睡前嘛不要讲话，慢慢的念经呀，最好了。嗯嗯，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有时候被师傅训斥是师傅慈悲帮助我们消业障，那请问师傅，我们被别人训斥，听不见了。嗯，喂，师傅啊，讲啊，听见吗？哦，对不起。我们知道被师父训斥是师父慈悲帮我们消除业障，那请问师父，如果我们被别人训斥的话，是会帮自己消除业障，还是有可能会激活业障？都有啊，别人要看了他恶口的话，你吃他气了呀。哦啊，你比方说一个老师训斥你，是不是教育帮助你了？是的。那你被人家骂，你会不会突然之间生气了？被老师骂为什么不会生气了？他在教育你，帮助你，你知道这个目的的呀，对不对呀？嗯，是的。但是被人家骂你吃他气的，你就吃到恶气了呀。他这个气场出来不是善良的，不是为了救你呀。像师父讲你们是为了救你们，帮助你们，气场不一样的呀，听得懂吗？嗯，是的，听得懂。嗯，感恩师父。嗯嗯，下一个问题，有一次师父说一个同修要许愿念200万遍的解结咒，他的一个家人会信佛。那请问师傅，这个具有普遍性吗？还是一 个案？实际上当时讲的是个案，但是师傅觉得你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嗯，你要是真的能够就用两百万遍的话，你看看他会不会好，一定会好的。嗯，是的，是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同修习惯以自存的形式念小房子，因为他如果写了净正再念的话头就痛。那有些同修是相反的，他必须要写好经再念，如果念自存的方式的话他就不舒服。那请问师父，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很简单了。嗯，如果你说要自存的话，存起来的话，说明他灵性没有这么急要呀。哦啊，你要是不能自存，马上要念的话嘛，马上就在边上等着啦，你不弄他马上弄你头痛啊。哦，明白了吗？就是说明着急啊，灵性已经在边上了。好，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梦中梦见药精者和半梦半醒中感觉有药精者进房门并坐在床上，这两种情况哪种药精的情况会更加的紧急，数量比较多？你说什么？对不起师傅，就是一种情况是梦中梦到有药精者，第二种情况是半梦半醒感觉有药精者进房门并坐在床上。哎，那请问是？嗯，那个已经到你家了，就在你边上。是。那开什么玩笑，那个不直接要了，你再不要他弄你了。嗯，明白了。梦到和那个其实差也差不多，但是呢坐到你床上更厉害，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哎，那如果连续3、4次梦见不同形象的药精者，是表明不同的药精者，还是可能是同一个药精者变换不同的形象，因为小房子不够？如果就这个问题来讲的话，两种可能性都有，变换的比较少。哦，一般的都是不同的灵性来的。嗯，哦，好，因为他没有必要跑到你这里来，他改头换面的。嗯，他很厉害的，他不卖你账的。嗯，哦，明白了，感恩师傅。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梦见现实中年轻的女同修变成了中年妇女，请问师傅，这个是她折寿了吗，还是什么原因？变成中年妇女的话有两种，一种嘛折寿，还有一种让她看到中年以后的情况呀。哦，嗯，好的，好。那如果是她感觉梦中更加变胖了呢？那可能是那中年了呀，发福了呀，到中年的时候发福了呀。一般胖起来都是中年以后呀。嗯，是的，好的，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梦到有一个师兄在骑自行车，但是自行车的驾驶杆不见了，同修在路口修自行车却挡住了后面的汽车，请师傅解梦。要当心点了呀。嗯，就是说他自己不进步已经影响到家人了呀。哦，明白了。那他这个就是要精进。对呀，你要记住了，说明他现在骑自行车连方向感都找不到，就说明他找不到方向呀，他自己乱修呀，乱修乱弄不好的呀。哦，嗯，
要注意，一定要一门精进。对。那他针对这个的话，需要念礼佛吗？要，好好念。好。最后弟子读同修的一个分享，师父听一下。心灵法门医治我十多年的胸部病变，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分享一下我学佛两年来切身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给我带来的惊喜。我于2019年5月份体检 CT 检查出胸部有占位，然后于6月到胸科医院 CT 检查，结果是大小约 5.6×4.0厘米的肿瘤，内件结节状致密影，两肺有斑片条索影。于是我当天立即就许愿，一年之内给自己的药经者念1000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年底前放生10000条鱼，一年度50个人，身体好了以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博客。就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于7月进行核磁共振进一步检查，结果是胸腺瘤大小 5.6×3.9厘米，边界清楚，其他的都没有了。没想到仅1个月的时间就出现神奇的变化，不仅肿瘤面积减小了，其他的都没有了，真的不可思议。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菩萨妈妈在帮我消业，因为我的这个病在2008年就有了，没有进行治疗过，如果没有心灵法门，想消掉这十几年的病是不可能的。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指正。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菩萨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们。你心中要是没有菩萨的话，你真的很可怜。你碰到一个大事情，你不知道怎么办，明白了吗？是的，感恩菩萨，感恩师父。那弟子的今天问题先问到这里。好，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好，祝师父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师父。好，师父再见。好，再见。你好。Hello， 台长你好。你好。台长没有听到哦。听到。啊，现在台长，佛台后的山水画，如果撕下来要念什么哪些经文？佛台什么的山水画？那个骨头仓的，骨头仓，如果撕下来要念哪些经文？啊，那个没有关系的，一般的，你如果撕下来的话，你念个解结咒，念108遍也可以的。啊，108遍啊，这个是同学问的。那个撕下来的斧头汤要怎样处理掉呢？用红布包好还是？对呀，红布包好就好了呀。台长，斧头汤的山水画可以，那个四个边角可以用来折吗？折小张一点吗？同学问。你说什么？对不起。那个斧头汤的山水画如果太大张了啊，它可以四个角可以拿来折吗？可以的呀。可以折啊。如果是剪就不可以。最好要关，最好要好一点的，弄了好一点。用来这可以了，剪不可以了。对呀。啊，这个是同学问。台长有讲过，如果剪头发，只有认大悲咒，如果是吹风呢？吹风啊。吹风可以认啊，可以认心经吗？吹风啊，都可以的呀，你要自己念你就念好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吹风是没问题了。台长，我们新年如果做开工要有没有讲究呢？大型结账初几开工？什么叫太工啊？听不懂啊。做工啊，如果新年后啊，我们做工啊，有没有讲究呢？新年后做工啊，没什么讲究的呀。打做工就打工呀，打工不就打工呀，没什么的呀。没有讲究的。没有问题的，台长帮我开始两句。你自己新年。台长祝福你啊，希望你能够广开智慧啊，好吧？好吧，多开智慧，多多的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智慧啊，然后呢，慢慢的能够帮助到更多人啊，然后嘛，最后嘛，这个国语要好一点，普通话要好一点，好了。明白，感恩台长。再见。喂，你好。喂，师傅好。你好。师傅啊，祝师傅新年快乐。师傅问几个问题，稍等。师傅开示过大杯水一般8分满或6分满，
不能全满。那同修想问，香灰是几分满比较好？香灰啊，应该说不要太满，也不要太凹进去，都很好，要适中比较好一点吧。哦、应该都堆出来也不好的呀，香灰堆出来当然不好。嗯、对对，嗯嗯。好的好的、嗯，那像我们那个供油的油灯，它这个满，要满一点比较好，嗯。哦，油灯要满。哎，油要满呀，油满的话，说明你对菩萨的恭敬心呀，就等于。你比方说你请人家恭请别人的话，你把所有的礼节做到满满的，那是不是对人家尊敬了、嗯、对不对？对，是的。你请人家吃饭、嗯、你桌子上放两个菜和放八个菜感觉不一样的呀。对对，是的是的。嗯、好的好的，师父慈悲开示。然后有的观音堂就是每天都会从香炉清理香根，有的义工戴着手套直接用手在香灰里找香根，这样可以吗？可以也可以，其实这个用手必然不好的呀，因为手很脏啊，戴手套还是脏啊、哦、最好的方法就是买一个筛子呀，买个筛子，嗯、哦、然后拿这个条、嗯、拿这个条根啊，把那个香灰啊摇在那个筛子上，然后我们让它慢慢的把好的香、哦、把好的细的灰留着，然后把根拿掉、嗯、倒掉，用这个方法最好了呀。嗯、哦，好的好的，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同修梦见把空白的小房子放进洗衣机里，请师父解梦，这个是什么意思？空白放进洗衣机里，你再怎么滚也滚不开呀，没有啊。哦，就说明念的小房子质量不好啊。嗯。哦，那如果是点好的小房子放进洗衣机里，又代表什么意思？也不好啊。哦，也不好、啊、你放到洗衣机里总是滚的、啊、不好啊、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嗯，同修装了香的盒子里一个蟑螂爬进去了，赶他也不走，动他也不走，同修一着急就用嘴巴吹了，那么这个香还能不能用啊？能用能用，没事。哦，要念礼佛吗？这个不要的。好的好的，没关系。感恩师父。同修梦见自己念的小房子大悲咒是青菜椒，心经是青辣椒，请师父解梦是什么意思？大悲咒是什么？青菜椒。嗯。心经是青辣椒。青辣椒，青菜椒，反正告诉你了，这些蔬菜就代表的干净呀。哦。啊，就是。好的。第一个是青辣椒，是不是？他写的是青菜椒。啊，青菜椒就是大悲咒是吧？他说。对。啊，那没什么问题，椒嘛就是实际上就是辣椒呀，它任何的一个经文都是治病的呀，嗯，都给你治病的呀，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辣也是为你好啊。 嗯， 嗯，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几位师兄住在一起，有的师兄工作忙，有的身体不好，他们想问，如果让其中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妈妈给他们做饭吃，会消掉他们的福报吗？给他们做饭吃啊，嗯嗯，会的呀，嗯，哦会，嗯，除非你是做功德，你是在共修、嗯、或者你是因为某一个功德、哦、他你就不会消功德消福德，否则的话、哦、你叫一位年纪大的人给一个年纪小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孙子给自己的外公外婆领到后来这个折福折的这么多啊，小孩子倒霉啊、嗯、整天倒霉挨打啊。对啊，是的是的，折福折掉了呀，外公外婆啊、嗯、爷爷奶奶啊都是长辈啊，他天天照伺候你这个小的那个、嗯、你看看你折福折掉多少啊。嗯嗯，是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嗯，同修是弟子，但是他说他身上有灵性，他当时问菩萨莲花在不在，也求菩萨保佑渡人不要悲业，然后他念经就打盹，然后感觉有灵性控制他的头，刚开始一个浑厚的声音说神兵，就是神仙的神，兵将的兵，不到五分钟又有一个声音说放下，然后感觉灵性从他的头上跳出去了，他就醒了。嗯，他想问师父，他这个跟他问菩萨莲花在不在有什么关系吗？有，当然有关系的，是有灵性莲花怎么在啊？哦、嗯嗯、
那他这个莲花是应该在呀，后来跳出去嘛，应该又在了呀。哦，唯一的有可能要重新再摘一下呀。哦，明白了。师傅，有的人如果拜师了，然后但是他身上有很大的一个灵性，然后控制他都没有办法就是左右，甚至思想甚至行为，那他的莲花是会不会就是说因为肯定掉下来了，肯定掉下来了。哦，是这样子。有大灵性上去怎么不掉啊？这还不懂啊。哦，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开示过说菩萨像不能放佛台下面，请问红布包好的菩萨吊坠可以放在佛台的下面吗？都可以，我没说，我就说除了菩萨像不要放，其他都可以放。哦，如果包好的话也可以，但是不能，最好不宜久放的，不好的。嗯。哦，不宜久放。好的好的。还有就是某地观音堂共修白话佛法后都会打印白话佛佛法的那个练习题卷子给大家练习，目前剩下两包没用过，他们想问可以把纸张另一面空白的部分再打印和佛法相关的内容吗？你不要搞乱就可以。嗯。哦，但是你总不好的呀，因为你是空白的小房子呀，你在边上后面打的话，前面空白的很容易招惹灵性的呀。哦，他们是打印了白话佛法的练习卷给大家练习一个练习题。那没关系，那个没关系。哦，好的好的。那个他们还想问师傅，如果打印和佛法无关的内容是不可以的吗？应该没问题的。哦，应该也没问题。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然后同修梦见观世音菩萨的慈像脚下有一个洞，裂缝，有个人往裂缝里填了香灰，请师傅解梦。如果发现裂缝就是不完美呀，学佛学的不圆满呀。哦，填了香灰就是他想改呀，但是方法不对头呀。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还有大概三个问题。师傅开就是师傅之前开示过，好像经书沾到血就不能用了。那同修拿着经书念经的时候，他手上干裂的伤口流血了，弄到了经书上，但只是边缘一点点，没有碰到字。请问这本经书还能继续用吗？可以的，他没碰到没关系。哦，好的好的。血是属阴的呀。哦，血是属阴的。血能出来啊？哦，你告诉我，你人上哪个血是出来的？哦，没有。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最后他说，同修梦到一个师兄坐在地上点小房子，但在红墨水里加了胶水，他说这样别人拿不走。做梦人也试了一下，点上后发现红色圆点变透明了，就马上说这样不行，这样的小房子不能用了，红点粘上了，烧了要经者也拿不走，不可以这样的，请师父解梦。这个说明什么？这个梦跟前面有关系不啦？好像没有没有关系的话，主要是什么内容啊？主要你刚刚讲的。哦，一个师兄他是坐在地上点小房子，他是做梦，但是在红墨水里加了胶水，他说这样别人拿不走。做梦人也试了一下，点上后发现红色圆点变透明了，就马上说这样不行的，这样小房子不能用。红点粘上了，烧了要。知道了。这个不行的，叫他好好念经啊。好的好的。他这个还是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哦，好的好的。师傅，同学他发过来一个信息，他说同修梦见阿弥陀佛在天上讲法。听法的人都穿着白纱质感的衣服，他们一排排席地而坐，这时天上裂开，射下一束光，照在一位认识的佛友身上，这位佛友就嗖的一下被吸到阿弥陀佛身边去听法了。做梦的同修意识里觉得这位佛友是可以随意到阿弥陀佛身边去听法，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代表什么？是真的吗？是真的呀，说明这人功力很大呀。哦。好的，他的根基也还是弄绝对好。好，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打嗝和灵性有什么关系吗？有啊，就是、打嗝是阴的呀。打嗝有的时候灵性一进去人就会打嗝呀。
灵性进入你的身体的时候，你就会打嗝，因为就等于打个寒颤一样的。因为灵性它是阴的嘛，它一进入你身体，你有的时候会打哈欠，有的时候会打嗝，总会有反应的。哦，明白了。那有的时候有佛友他念经的时候就不停的打嗝，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停的打嗝的话，这就说明吃的太多了。就是玄学上是没有。玄学上没有，不可能的，一天到晚打嗝的，不会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最后就分享一个小小的事例。师父您休息一下。同修和母亲都修心灵法门，十月末的一天下午，同修家更换了新的煤气罐，送气的师父帮他们换好之后，母亲就去厨房用煤气罐去做饭，突然一声巨响，吓得母亲下意识往外跑，她不知道是哪里响，刚跑到客厅觉得不对，煤气还没关，就跑回去关煤气。关完煤气，母亲抬头看到窗户上的钢化玻璃碎了，玻璃碎片炸出100米外，在小区草坪上碎得到处都是，窗户框都崩坏了。回过身一看，厨房靠客厅的门玻璃也都震碎了，母亲这才反应过来是煤气爆炸了。母亲当时就站在煤气灶前做饭，脚底就是放煤气罐的厨具，母亲的内衣都崩坏了，但皮肉却一点没伤到，只是手腕稍微有点红痛感，眉毛前刘海被烧到了一点点。而且母亲前些日子因心脏病住院，刚出院经过这一声巨响，他心脏居然也没受影响，真的是太神奇了。事后母亲想想都后怕，哭着感恩佛菩萨慈悲。过了两天，母亲做梦，梦里还是那天的场景，她在厨房做饭，煤气气体爆炸的时候，她被一个东西给罩起来了。真的是感恩菩萨妈妈慈悲保佑，不然真的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样子的后果。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师父，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菩萨慈悲原谅。主要还是看修心靠个人的呀，你个人的业障自己背呀，所以同样的事情不一定是同样的结果呀，明白吗？是的，好的，好的，他们自己的业障，他们自己背。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再见，再见。喂，你好。Hello， 师傅你好。你好。师傅你好。感恩师傅和观世音菩萨，让我的孩子顺利和平安的生出来。谢谢菩萨。上个星期师傅，我几个月前梦见孩子的名字，请问师傅，我是不是应该取那个中文名字给孩子？中文名字、英文名字都要的呀。因为我梦里梦见有中文的名字啊，都要呀，两个都要。菩萨给我的，哎，菩萨给你两个都要呀，好吧？我 OK， 请师傅等一下，我不会解释，等一下啊，师傅的解释。喂，师傅啊，哎，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给您请安了。因为那个弟子呢，那个太太在梦中嘛，那个观世音菩萨给那个太太告诉了那个孩子的名字。他叫宋慧心。心呢是一个草字头底下一个心，就是菩萨给的。然后呢，我们呢又叫了中国那些人再查了一下，其中有一个也是这个名字，也是那个，其中那个慧呢不是一个草字头的慧，它是那个智慧的慧，叫宋慧心。是啊，然后呢？好不啦？啊，这名字挺好的，师傅。查出来好不啦？查出来就挺好的，对，那个人说那个查出来的话也是挺好的，但是呢，只不过呢是那个慧呢，不是那个慧，是智慧的慧。啊，那要看笔画的呀，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哈。好的好的。但是呢，那个太太说那个梦中嘛，那个菩萨给那个名字中间那个慧是一个草字头，一个开会的会。然后呢，那个中国那边的一些人给我们那个设起了一个名字，是那个智慧的慧。
哦，要看要看要看那个相生相克，字字的笔画相生相克。嗯，明白吗？嗯，很重要。明白。嗯嗯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啊，今天弟子有个分享，请师傅休息一下，听一下。嗯，听一下。嗯，同修的母亲感情已经不好了20多年，之间呢闹过很多次离婚。同修的妈妈也好几次想离开他的爸爸。修了心灵法门之后，同修也一直为他爸爸念心经和为他爸爸妈妈念解结咒，效果也不大。然后同修就让他妈妈为他爸爸念心经和许愿1万遍解结咒，到2019年11月念完，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时好时坏。有时同修的妈妈会说他给他爸爸念了那么多经有什么用，他根本不会改变。同修就一直劝妈妈，只要相信观世音菩萨，总有一天会变好的。12月15号那天，同修的妈妈带着他爸爸去大放生，祈求同修的爸爸可以顺利度过69岁的关节。回来后，同修的爸爸发了一条短信给他的妈妈，说道：“老婆你好，谢谢你今天为祈福我今后平安、快乐、幸福而安排的放生，感谢你40年来为我付出的一切，我好幸福，愿我们快乐幸福的度过今后的人生路，爱你。”同修的妈妈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激动和同修说，看来他相信我们的师父，相信心灵法门，念了那么多解结咒还是生效了。同修也非常高兴，就和他的妈妈说，种下去的种子不一定马上生根发芽，但是只要坚持和相信观世音菩萨，总有一天会从量变变成质变，便让他妈妈继续念诵解结咒。心灵法门真的帮助了很多即将破碎的家庭破镜重圆，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如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原谅，请诸佛菩萨原谅，感恩师父。嗯，很好。嗯，就是靠菩萨呀，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是。嗯，是。嗯，是非常感恩师父。嗯，感恩菩萨。师父，就是感恩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先跟师父报告一个好消息，周日给师父打完电话，感恩师父慈悲加持，周一平安顺利生产一位女宝宝。感恩师父。我不早跟你讲过女宝宝了。是师父。师父啊，太太在刚开始怀孕期间呢，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经常出血。一出血，我就开车带着他去看急诊。到了急诊室，最长一次我们等了8个小时才见到医生。弟子也非常感恩观音堂的师兄给我们推荐了一位好的医生。这位医生帮助太太调理，然后调配保胎药给太太服用，效果非常好。渐渐的出血少了，不像原来那么严重了。3个月以后开始平稳了，到了中期或多或少有一些出血。但是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每次都是有惊无险。期间弟子梦到师父法身来我的梦中，见到我对我讲，不要太过担心，有师父在，师父帮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然后弟子一抬头，看到观世音菩萨在天上缓缓落下，弟子马上跪在地上给观世音菩萨请安，然后对菩萨讲，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慈悲，可以保佑我的太太和孩子可以平安。菩萨对我笑笑，然后对我说，赐你8道金刚符。然后观世音菩萨一抬手，8道符咒就到了弟子的手上。但是呢，那上面的文字弟子一个也不认识。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感恩师父慈悲，中期就这样有惊无险的平安度过了。到了后期孩子快出生之前，师父经常来弟子的梦里和太太的梦里来加持他，也非常感恩护法神周日能让太太打通师父的电话，也感恩师父慈悲加持。转天周一下午，太太住进了医院，晚上10点开始我们进入了产房。从进入产房的时候，我们观音堂的师兄开始给太太助念大悲咒，请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太太可以平安顺利的生产。10点半医生开始破水，2点左右已经开了10指，4点半孩子平安出生，总共用时6个小时啊，期间来了2名医生，
三位助产师帮助接生，孩子出生的那一刹那，嗯，脐带绕颈两圈，我都没有反应过来，那位医生速度非常快的把孩子绕颈解开，然后孩子马上就哭出声音来了。感恩师父慈悲加持，让我们遇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本来这次生产在公立医院，最多是两位助产师帮助我们接生，结束以后呢，会来一位医生帮助缝合。感恩菩萨慈悲我们，生产室有两位经验的医生帮助我们接生，后面三位助产师辅助负责其他事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孩子在24号平安夜那天出生，如弟子分享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护法神原谅，师父原谅，感恩师父。我就要跟你讲一句话，嗯，你现在得到的很多都是你过去的功德，哦，你要是再像现在这么懈怠，只自私自利，你不出去做功德，不出去度人，你看看你的下半生会怎么样？嗯、是师傅，我提醒你了。嗯，听懂了吗？听懂了，感恩师傅。啊，你是不够的，你现在在吃老本呢。嗯，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到了晚年自己再很痛苦就好了，因为现在都是平安，是都是你过去的功德。师父包括师父来看你、嗯、菩萨给你求、嗯、都是你过去上辈子前几辈子做的功德，你这辈子功德不够、嗯、我现在提醒你，听懂了吗？好的师父，明白了、啊、师父。所以不能吃老本的，你到了时候苦的时候，你再开始再求就没用了，就不会像现在这么灵了，明白了吗？是是，明白了师父、啊、感恩师父慈悲告诉我弟子、嗯、叫弟子懂得了一些事情，感恩师父。你赶紧要多努力的，以后孩子出来不能完全把精力都扑在孩子身上的，要多关心佛友，多关心观音堂，多度多度人，你至少网上要布施。好的好的师父。好吧，你要听师父话的，你否则的话的你以后出来只是个第一步，只是个开始啊。嗯，接下来的烦恼，一个孩子养大，你说你妈妈把你养大，你说烦到今天呢，明白了吗？是师父，明白。 你有的为孩子烦了，嗯，听懂吗？是是。如果孩子如果在有半途当中有点什么问题，身体上有什么问题，你说你怎么办？你告诉我。是师父。功德没了，功德不够了、嗯、都求了差不多了，你说说看，明白了吗？明白了师父。哎，好了。师父您说的真的是非常对的，你看最近孩子出生之后嘛，那个黄疸就一直偏高。那、哎、我就跟你讲了，我跟你说、嗯、你师父到了梦里来给你加持，每次给你加持，菩萨给你加持，全部都是因为你过去的功德。你要记住了、嗯，那个观音堂你关心不够，在墨尔本你渡人不够、嗯、啊，你努力不够。你现在想想看，你每次打进电话都是问自己的事情，很少问别人的事情，你要多问别人的事情，多关心别人，要真心真意的去渡人，听懂了吗、嗯、听懂了师父、啊、感恩师父。你记住了，你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你孩子，你记住了。是是，因为师父在梦中也跟弟子讲过、嗯、你要多帮助众生，你帮助众生就是在帮助自己。看见了吗？跟师父讲一样吗？ 是一模一样，要听话了啊、嗯哦！我提醒你。好的师父。好吧，好的师父、嗯、恭喜你好好的把孩子养大，不容易的啊、嗯、是，感恩师父。好了那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帮同修问的，师父、嗯、就是同修怀孕的话能不能继续被家人助念劝导生门和里面念心经？如果家人特别业障重就不要，嗯，如果不是业障很重就可以。好的，明白了。好的、嗯、明白了师父。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感恩师父的教诲。 好感恩师父。师父您保重好身体。好，师父再见。谢谢，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师父好。哎、你好。嗯，弟子给师父请安。嗯，祝师父新年快乐。哎、感恩师父。弟子先读同修的一个分享。读白话佛法消除30年的哮喘病，10月份法会回来，朋友圈看到师兄分享6年读5000篇白话佛法来消除肝病与血液病，看到后当晚上香，马上许愿3年之内念诵5000篇白话佛法，祈求观世音菩萨消除我哮喘的业障。这个哮喘病折磨我有30年之久，苦不堪言。
从小到大每天的药从不间断，小时候中药西药比吃饭还要多，非常的痛苦。当晚许愿念诵5000篇白话佛法，就梦到师父跟我握手，梦见师父在讲课，我坐在前面，好像上学时候书桌一样。师父上完课之后有很多人要握手，师父也握了我的手，梦里感觉都是很开心的。从许愿读白话佛法真的是好梦连连，有一次还梦到吃纯素的无蛋奶的蛋糕，还梦到很多宵夜的梦境。每天有时间就读，有时候一天读十几篇，前几天有些哮喘，马上读上2篇，气喘就压下去了。从许愿读白话佛法都不用吃药了，白话佛法宵夜真的很快，各位师兄一定要重视。接下来再分享一下远程助念佛台的功德。女儿的肠胃一直不好，吃东西很少，就拿出7个远程助念佛台的功德与能量，消除女儿肠胃的业障。当天女儿回来，喝了2碗豆浆，还吃了饭。如果是平时，只能喝1碗豆浆。远程助念佛台宵夜真的是很快，真的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兄们，让我们能够做更多的功德。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分享过程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指正。嗯，菩萨时刻保护我们，你不管要消什么业，要求什么事情，你首先要功德呀，没功德你怎么求啊。嗯，明白了吗？是的，嗯，明白，明白，感恩师父。嗯嗯，接下来同学帮弟子帮同学问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嗯，请问师父，有一位老同修在睡觉的时候总是拳打脚踢，请问是为什么？睡觉的时候拳打脚踢，里边跟鬼在打架呀，鬼打架呀，嗯。是他自己的妖精者。对呀、啊，跟他打架呀，嗯。那一般很麻烦的，这个要拉走的，这个拳打脚踢已经在拉了，在抓空了、啊，抓空很容易走掉的，嗯。就是还。就是偶尔就是2-3个月可能就这样来一次，来一次就2-3个月人家来抓他一次呀，嗯，活不长的，像这种拼命的念经了，嗯嗯，他每天大概有5张小房子左右，然后礼佛，礼佛，有时间就天天放生，礼佛，礼佛，要许个大点数目吗？还是5遍一天至少的，五遍，好的，嗯，那这样有一般需要多少小房子？需要一个。小房子49张就可以了。嗯，嗯，好的。嗯，感恩师父。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同修念心经的最后一句“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有时候觉得3遍没有念好，是什么原因呢？没有念好再念啊，自己最后一遍觉得没念好，说明你还没念到心里呀、啊。感觉念得好的，一般都是念到心里去的呀。哦、念经嘛，就是念心呀。嗯，然后他有时候就会这一句话就可能念到6-7遍，这样会有关系吗？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嗯嗯，好的，感恩师父。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上天的基本要求是不造新业，平时跟同事或者父母吵架了，请问师父，这种业障会很大程度影响上天吗？不会的，不会的。嗯，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同修是做美容整形的，师父之前开示会动一些因果，师父让他做手术的时候念大悲咒，请问师父应该如何祈求？做手术的时候祈求什么？祈求大悲咒啊？嗯嗯，可以的呀，没问题的呀。嗯嗯，他帮别人做美容整形的啊、哦，这个自己念大悲咒，不要给人家就好了。那应该如何祈求？就是求啊，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能量增强呀，嗯，不要受邪气所伤呀，就是这样，嗯，因为人家身上可能有邪气的呀，哦，或者不要被业障所伤呀，嗯嗯，好吧，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嗯，同修许愿尊师重道之后，发现师父对他更加严厉了，请问师父。是因为他许愿后对他的考验吗？是啊，更好啊，对他更严厉是更好呀。嗯，好的不得了了、嗯、就是因为许愿就是你已经上一个台阶了呀，所以对你要求才会更高呀。嗯嗯，明白吗？那师父考验过了之后
持，能听受住师父的教诲，然后修心的境界也会更上一层。那这个是肯定的，100%的。嗯。感恩师父。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有一次师父根据一个年轻同修的照片开示说他以后会当科学家，但是同修不想去追求这些造诣，只想一心弘法，把弘法当成自己最大的事业。请问师父，如果他是真的有做科学家的命而他不要了，他相关的智慧和福德会转移到他弘法上来，而更好的帮助他弘法吗？会会。嗯嗯嗯，好的，感恩师傅。嗯，他会好好努力的。嗯，感恩师傅。嗯嗯，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同修梦到师傅说一个同修的图腾颜色是白头黄尾，他是属牛的，请问师傅是什么意思呢？白头黄尾嘛，就是脑子清楚呀，做出来的行为不干净呀，嗯、就是这样。嗯，哦，那他的图腾颜色白的呀。来的好呀，嗯，哦，好的，喂，嗯，这个同学小时候是比较喜欢黄色，然后现在喜欢白色了，嗯，很准的，嗯、然后多穿白色的衣服，对。那白色的牛是属于奶牛吗？都有牛，在不同的啊、颜色当中，什么样的牛都有的。如果母牛的话，有可能是奶牛呀。哦，好的，他需要注意些什么吗？主要嘛，自己注意任何动物也好，人也好，最重要注意保护自己呀、啊。嗯。哎，你否则会在人间吃苦头的呀。嗯。嗯。嗯，感恩师父。嗯，感恩师父。弟子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祝师父心理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啊，谢谢。谢谢谢谢，嗯。喂，你好。喂，师傅。哎，你好。哎呀，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嗯。给师傅请安。哎。嗯，好，小师傅。师傅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啊。哎。有个同修啊，他梦见胳膊上写上“忠肝义胆”四个字，这啥意思啊？忠肝义胆，教他要学仁义礼智信呀，讲话要算数呀，哦、做人要有、做人要有分寸呀。嗯。哦。帮助人家的事情。就是说帮助别人不能虎头蛇尾呀、啊。嗯。啊，好的，明白。嗯。他呢现在他是我们同学的儿子，也是同修、就是修也很也很发现就是有点不太精进。哎，不就精进 就是做事情可能不是太仗义啊，有里边有懈怠的情况。啊，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还有一个是个梦境，同修梦见师傅告诉他要睡窄床。请问是什么意思啊？睡什么？现实中他睡的是小孩床，单床。啊，睡铁床是吧？嗯，窄的，叫他关节，叫他就是叫他腰椎当心点。嗯，没事的。腰椎是吧？嗯嗯。好的，那他需要念小房子送小房子吗？这个是正常的，没事的，不要因为这样的。嗯。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我给你赌一个同修他爷爷的事情吧。嗯。这他老爷。他老爷子前几天往生了，然后往生之前呢，就梦见成佛的形象了。我跟你读一下，他是这样讲的：同修的老爷一生信佛，曾经救过好几个人的命。老爷告诉同修呢，不要伤害一只蚂蚁，小蚂蚁都不能伤害。说他们爷俩好好修，以后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面。同修说：好的，老爷，您上不去，我争取把你超度出去。那同修呢，就用三大法宝曾经救过老爷呢4到5次的命。老爷呢101岁的时候往生了，当时呢同修正在正给爷爷呢烧了350张小房子。嗯，老爷过世之后呢，他呢就梦见了一个梦境，梦见那个他老爷呢成了一个菩萨的佛的形状。嗯，就一尊佛变成了老爷的形状了，还跟同修说了一句话，同修记不得了。他请问是不是这个老人家已经成佛了？有可能的。嗯，有可能。嗯嗯，他老爷都是一直信佛的，反正他也有可能的。如果经常信佛的人会上去的。嗯。哦，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有些同修啊，这是共性问题，是念经的过程中突然会出现很不干净的意念，然后有的是对菩萨不恭敬的，有的呢是动的不好的念头。
他们那里控制不住自己的念头，念然后呢就念不动经文，那平时呢就可以正常念。好像请问这种情况是身上有灵性还是业障现前呢？是啊，那当然有灵性啊，念不下去就是身上有灵性的。如果出现这种不好的念头的时候，他是需要及时停下来看一看菩萨，还是需要怎么调节一下呢？念不下去看看菩萨，好好的坐在那里坐一会儿啊，听懂吗？那平时他修心过程中需要加强什么哪方面的啊？修心啊，平时修心平时修心过程中修心方面要脑子要干净啊，经常要脑子干净啊。一个人脑子干净是什么意思？脑子干净就是不要杂念太多呀，什么都想，想太多了。明白吗？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同学呢是个会计，前一阵子呢遭到那个网络诈骗，诈骗呢他呢稀里糊涂呢就把公司账上的一个54万转给了对方，事后呢才发现是被骗了，赶紧报了警。他正好呢是43岁，他想知道这应该是他的劫，他为此呢发愿了1200条鱼和2波108张小房子和念10万遍解咒，并许愿呢如果把钱追回来之后呢，他会拿出钱放55万条鱼。但是请问师傅，这个愿力是否能够消掉这个被骗钱的业障呢？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人呢这个有一句话叫不见棺材不掉泪，你这么多几十万的时候，你问他放了多少条鱼了，对不对啊？你骗了之后你才讲了，哎呀骗了之后我拿回来之后我一定怎么样，这个都是后找补啊。这种人就是说不是一种很正常的理念。你今天没骗你会拿出来放生吗？你还是不自觉啊，没有悟性啊，对不对啊？是的是的啊，你想想看，像我们很多事情啊，我们很多师兄啊，他就是很发心啊，很做功德。然后他遇到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快被骗的时候，菩萨直接通过说他不让做理财，结果他的钱就没有被骗。你说这不是很大的差别？对呀、就是这样啊。你很多事情你被人家骗了，你才这么讲。你没骗，你没骗的话，你肯拿出来帮助别人不啦？就不帮助别人就不好了。对的。明白吗？是的，是的。那他这样做，这个钱还有追回来的希望吗？你问的，你叫人家算命去吧。这种事情没什么话好讲的，只有靠自己。好的。好好的跟他讲了，好好的叫他忏悔嘛。世界上很多事情，要自己忏悔。你自己今天做出来事情，果已经到了，你想追回来，你追回来的目的，你到底是真的为了放生，还是为了怎么样？你自己脑子里最清楚了。好的，感谢师傅，对不对、我非常听录音的。师傅，师傅，我太太她好久没跟你说话了，先跟你说两个话，然后两个问题。好，师傅你好。你好，喂，师傅你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您请安了。师傅新的一年祝您那个法体安康，长久住世，然后弘法顺路，顺利多度有缘人，然后马上又悉尼法会了，师傅您也多保重，好好休息。对。谢谢你。师傅，我最近我觉得修的不好，您光帮我开始一下，我自己的毛病都改不了，我很难过的，师傅。改不了的话就是不想改。你记住了，要想改没有改不了的，听懂吗？要你的命你就改了吧。现在就是到没有要你的命，你没有这种急迫感。很多人说一辈子我戒不了烟，戒不了酒，等到他要生癌症了查出来，医生说你再喝你要死掉了，他就不喝了，明白了吗？对的，还是愿力不够，是吧？就是愿力不够啊，做人们就是愿力不够啊，明白了吗？对，我为了这个改脾气改毛病这个业障，我许了10000遍心经，可以吧？可以，完全可以。那我还要念礼佛吧，我可能已经念了也不少礼佛了，但是我觉得效果不错，好像没改多少。好好继续改吧，明白了吗？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很多事情都是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永久的恒心和干净的身心才能达到的。
明白了吗？嗯，啊，就是这样。嗯，您说菩萨一直也点化我说脾气太急了，然后脾气又大，我也最近也确实越来越意识到，不论是工作上还是弘法上，还是别人交往上，我确实这个问题挺严重的，学会也影响到我修行和弘法了。学会冷静呀，冷静最重要的。嗯。明白了吗？嗯，师傅，您一直说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就觉得我这个能力怎么那么差呀？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没练好呀，能力要靠练的呀。嗯。明白了吗？嗯。你不练能力怎么行啊？嗯、明白吗？好吧。师傅，您加持我，让我新的一年能够改毛病，好好的开智慧，多助缘人。好, 好, 好。有两个问题，我再问一下，因为我先生可能表达不清楚。嗯。就是前段时间，我想为我爸妈放生嘛，就是。想参加一个重修组织的大放生，结果呢第二天早上我就梦见和另外一个师兄去放生，另外一个师兄他买了3捆的黄鳝去放生，那个黄鳝呢又长又粗，有一捆是还是小的，梦里黄鳝爬来爬去的，我就问他，我说你咋买这个放生呢？师傅不是开示过吗，黄鳝是不能放生的，是属阴的。同修就说这个便宜，才8元一斤，他说是经常组织放生的同修通过特殊渠道搞来的，就是这个放的便宜，他就买，他就放了。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不是提示经常组织放生那个同修买的鱼有问题啊？对啊，不如理不如法了，有一定的。嗯，因为我们那个组织经常组织放生的同修，他经常找一个鱼老板来订鱼，有的时候在黄浦江上，有的时候在长江上放，然后就是我们好几次都梦见这个鱼是有问题的，所以想请教一下师傅。对啊，就是这样嘛。那这。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嘛，一定有问题的呀，没有办法，好吧？行，那师傅让他听录音。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是女同修，她一直梦见一个小男孩，她就按照自己打胎孩子的方法来超度嘛，然后现在已经为这个孩子念了2000多章了，还是一直梦见他，而且梦境也不是很好。他也曾经请师傅开示过，这种情况是不是这个他骗这个小孩子？骗的小孩子很多，还是其他原因啊？嗯，对呀、啊，不管怎么样，总是有孩子，有孩子身上有孩子呀，有找他的麻烦的灵性呀，嗯。嗯，对的，他也问过师傅，师傅说他的小房子质量也可以的，挺好的，他就很困惑，他说为什么一个打他的孩子需要这么多小房子？那就是第一个你欠的多呀，这个孩子说不定好几次来问他要债呢。欠的太多了，你还再把他弄死，你想想看好了，明白吗？对的，那就是让他继续再忏悔，然后好好的再继续操作。好吗？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师傅，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同修，他今年69岁了嘛，然后去年69岁，他犯太岁，他就为这个事情呢许了很多小房子，许愿一世修成。然后师傅就到他法身，在师傅的法身就在他梦中给他说，他走的时候是没有病痛的。然后他请问师傅，他你这样跟他说，是不是提示他以后可以无疾而终呢？还是说对呀，可以一世修成？啊、他想应该无痛的话就是无疾而终呀。好的。那他后来又梦见在一个车上坐着，梦里出现个5300张的数字，那是不是他需要念那么多小房子呢？是的。好的。那感恩师傅、您辛苦了。好，感恩师傅。再见。师傅，再见。好，再见。祝师傅，请你法会圆满成功。好，谢谢。谢谢。向大家问好。向大家问好啊。感恩。感恩师傅，祝你保重身体啊，拜拜，我们爱你。拜拜。感恩师傅。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